是否存在天？古人认为天是有情感能思想的存在者。孔子说过：“我罪于天，无所导也。”所作所为则罪了上天，又违天理。那么祈祷再多也是没有用的。于所否者，天厌之，天厌之。做了违背良心的事情，上天又会唾弃我为为乎？为天为大伟。